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专辑的第三波主打歌，然后非常喜欢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像就是在跟一个你身边的好朋友的对话，然后很安慰人，然后也希望这首歌都可以温暖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怎么啦》。要注意安全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
支持我的新专辑，已经发行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再次为大家推荐，这是纪文慧的首张专辑哦。其实呢，他已经不是新人了，但是我们在歌坛当中是个新人哦。没错。我们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这张专辑呢，就叫做纪文慧，昨天才刚刚发行。是的。专辑当中我们有送很多礼物，但是更重点的是呢，专辑是真的好听。对，是真的好听。就是、每一首歌都是我都是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故事，那这个故事不是只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，我觉得真的是我跟大家都一起共同会发生的故事。好，这些歌曲都是大家共同的故事。我觉得你应该多办一些活动，不管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互动的这种近距离的啊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像 rocker 一样的，你是唱 band 的人对不对？你是 rock 吗？我没有很 rock。 真的吗？对，就是之前我自己玩团唱的歌也是比较偏一点另类，但是没有到很重的那一种。但是你也可以就对了，也可以稍微对一点点。所以纪文慧的可塑性非常的强，是的。你看他又拍广告，然后又有戏剧，又有主持，现在又有专辑唱片了。希望你的这个演艺事业能够越做越好。谢谢。她是个很棒的女生，我们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啊。谢谢。真心的朋友，我们给纪文慧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先到台下上。